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毛毛从生命初期变成蝴蝶。来，和我一起单说。这是三黄的蝴蝶妈妈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和叶子上的卵，还有一些在叶子下。这是一只刚孵出的毛毛虫，一粒的毛毛虫只有30毫米长。一两天后它们会脱皮，第二粒长到约10毫米，并开始在乌巢叶子上留下明亮的光。森林还是很小，这是树林，长约30毫米，这个已经长到35毫米左右，很快就会脱落到五厘。它的触手、骨架、触角弯弯、椭圆。五厘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吃掉一整片叶子。这个已经完全长大并准备怀蛹。毛毛虫在花园间挂在树顶上大约一天，长出手变晚时，它们将开始作为毛毛虫的最后一个分子。出现的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毛毛虫，未来翅膀都不和主角的轮廓近似可见。蛹安定下来，慢慢变成最终的形状。现在蛹活蛹开始了最后的蜕变，这大约需要7到10天。蝴蝶出现的前一天，它的翅膀开始变得可见。蝴蝶出现的早晨清晰可见。蝴蝶出现并完全张开翅膀大约需要10分钟。它是一只妈妈蝴蝶，在它的后翅上没有黑点或秃头。从它妈妈下蛋到现在已经7周了，它丑了。谢谢大家。